登崔万贵之我，安宁岂可在我？人是牛能经战者，马能带人行。啊，牛马是大精神，咱拢唔通骄傲。那是红的猪羊鸡鸭，皆是人家所用。啊，唔食啊，唔食是要饲一套圣之心。奉献只有是人间路，君臣无酒不成宴，夫妇无酒不成宾。这两小丑只有两解闷，人生一世譬如初生一春，为人难作乐，也是空走过啊。听你这样说，你望错家，但我来吃咯。啊，对了，钱文是你所有。唔食是要摕了套穿裤衫，就讨五娘人富安东买猪羊十米来咱厝安排，对，接托我本身落去煮。奈子食啊，哎呀，我说一子食法你听哩，咱用个猪娘叠白卡，猪娘大概嘛白卡，还好你了粗卡，啊，我管你猪娘要白卡唔白卡哩。我是说，咱用个猪的白卡，捆卡白手，当伊当去定角，四边则摘茶叶草来烧，伊会去茶草烧去吹大后瓜，咱油盐酱醋来变变，则卤去吐。啊，伊盘叫还是水也是喷呢，就会啾啾舒服，啾啾吞，吞着落巴，会吸哇哇哇，哇是哈逼呀！人哦，怀油盐酱醋吞一落腹，一吃油盐酱醋，哇哇挂死了。向我来食这道，气味最佳。嗯，咱向我鸡鸭唔通煞火，无出火唔过会打。啊，假食惊打，长头昂扯一个，将伊入入去昂了，滚烫下伊便便，再将伊垃圾冲，骂人是要垃圾冲啊！将伊南山冲落去，南落去了，啊！伊啊内面就会噗噗掉，噗噗跳，家己都要更更较无半支门，想要来食这道，哇！巧嘞，这是真好味素。哈比啊，你食不食呐？我是去红家哦，无食的我看那袂啊。嗨，小人生一世。